你做你放心啦，啊，珊珊这个查某囡仔哦，个人自有天相，我相信哦，伊真紧就会精神啊，甲咱大家团圆啊，是是是，希望是。来来来，玩起你的招牌菜来啊！哦，哇，啊，我交代哦，爱少油少盐，清淡一点，所以恁食入去哦，对身体袂负担，恁就尽量食。来啦，咱们来，拍照，我给你包着。来，我来做啥呢？啊，又拉大，又水冲变暖啊！啊，拍摄，我唔是挑工的啊。反正以前我爱总礼拜啊，你是要看我这谢大哩？今日包场谢绝外客哦。啊，你以前我爱总礼拜，刚刚你看不懂中文啊？你家己讲，我随时拢会当。小姐，拜托你收起你的白目个性好不好？而且正常人的思维敢袂用的。杨立功，你讲啥？你讲我白目，闹白目啊！我来搞完你的生意，我是人客，我更是知名网红呢。你信不信我今麦随开直播，跟你讲神，讲你讲我白？哎，呵呵，算我讲唔对话啊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我店里哦有重量级的贵宾啊，所以拜托，算我求你啊，紧回去啊。后盖哦，你搁来遮想要吃啥，我拢请你 ，OK？ 你种人，那我更是啥物有头有脸大人物。开伫阮店哦，今仔日就是无多招台湾人啦。既然有贵宾，那安尼，你这物件摆到安尼乌白放，你万一若去害人受伤，到时阵你店的贵宾哦，就变你的逃命客。这个建材哦，是为了局部装修，把空的房间哦变成 VIP 包厢，安尼以后若是有人要讲代志，就会当预定包厢啊。啊，今仔日哦，我才拄装修啦，师傅明仔载要过来收货，我咧解释有清楚无？你阁有啥物问题？什么人客安尼心心念念？免看啦，规定你嘛不是师啦。啊，阁有啦，恁才开记者会，你竟然无通知我，我进前嫌我变恁大嫂呢，我甲你有这个关系，种好康，你竟然无甲我通知？人天成集团开记者会，你就毋是记者，啊嘛毋是跑商业新闻的小编，这甲你有啥物抵代啊？欸，我是知名网红嘞，我还能来你家开直播带流量啊？你是来家蹭热度的吧？人来哦，拢是有名的电视媒体，也是叫伊出名的记者啦。你网红，归类伫倒位啊？宠物直播主，美食网红，也是都市传说鬼婆婆。杨立功，你敢看我无？我真正是顶流网红呢，我有几十万的粉丝呢。既然天成集团已经在开记者会，你更加应该通知我来这开直播。我若是万一跟伊斗三工，我保证吼，因的成衣销售量马上就袂断货。袂较断货，人天成集团啊，有一流的公关啊，人家不需要你这款半路出家的网红哦，替伊卖衫啊。杨立功，你到底倒条筋唔对啊？我甲你问一下关系，你甲你一动是斗啥？好好，我要报应啊，请你自便啊。你若是不爱自便哦，你自己买用的啊。我袂食饭，我要点餐。我来甲你讲，我今仔日包场啊，你是住伫泸州的卢小姐啊？我唔是卢小姐，你若是搁假装吼，今晚就随开直播，我让网友知影吼，恁家咧假装人客，要挂人客啊。呵呵呵，我今晚总算知影，什么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啦。好啦，算我今日啊，放你入去。啊，不过你爱保证哦。你入去绝对袂摕手机做直播，啊嘛不准哦，你去内面的人。更加重要的是哦，不准叫了外人客，知影无？吃一个饭规矩很侪着，我顶多想要看卖内底到底啥物大礼物。来，不准老用，要不我得送你离开现场。在。哎呦，你讲你是走去倒位冒火啦？你看，拢是靠在你捧菜呢。我的打工费要付啊哦。无啦，我拄才咧处理一个哦，宇宙无敌难搞的 OK 啦。我先去厨房哦，找一下菜。哎，够足的菜哦，你尽量吃哈。嗯，要是你，我给你。来，老板，来，坐回来啊。这个人做面熟的呢，是不是都会看过啊？
来伊就是天成集团总经理蔡永辉，就是伊主持记者会啊，不愧是你平秀，哇，我真正祝贺我呢，总是有新的直播题材啊。集团的总经理蔡永辉对吧？我是就是爱到深处与愿有的视频，我是拥有160,000粉丝的 YouTuber。你本人真正做 NBA 的，我今日当来做一下专访，来讲一下独一风波的后续发展。哦，爱到深处无怨尤，哪有人会来介绍自己啊 ？Excuse me， 谁让你礼拜啊？你是叫我搞无礼貌呢？哈，拍摄。今仔日是阮的私人聚会，不接受采访。就是种私人聚会较好啊，网友上该看那种大明星私下的一面呢，尤其是捕获野生的天成集团总经理，这个画面哈，网友上该看，上点击率。你好，我是总经理的秘书安琪，那是想要采访阮总经理的用的，啊，唔，麻烦你另外跟我约时间。总经理讲得真清楚啊，私人聚会不接受采访，请你理亏。林总经理阿无直接去做啊，你是秘书，凭什么搞抢？哇，我就知影哦，无应该去礼拜，我拄则叫你乖乖坐伫遐，莫来搅了我的人客。永辉哥，歹势啊，我随请你出去，出去啊，出去。哎，对啊，我袂记自我介绍，我甲杨丽讲哦，无足无简单的关系。我甲伊的哥哥杨丽言哦，之前捌做伙过，佮嫌我变作伊的大嫂。啊，不过吼，迄是杨丽妍吼，无敢讲啊。去开啥物蔡明慧做会，哎，我当阵哦，就是目睭生眼嘛，目睭看无清楚啦，看会去看到迄杨丽妍，像你无情趣、佮死板的查甫人。蔡明慧吼，真正够可怜，欠我无介意的，无爱查甫人。哎，你讲的佮样是过一下头脑的呀？要是讲哦，你脑浆烧热，剩脑渣啊！以后就是蔡明慧哥哥蔡永辉啦。我就讲，咱的关系真正是无简单嘞吧？想袂到蔡明慧哥哥这么缘投，佮这么有才哦。那呢，既然咱拢家己人，啊，无跟伊并桌的话，咱坐做伙的话，什么并桌啊？请你出去啦，离开啦。哎，迄头壳是毋是有问题啊？还是外星人叫伊来毁灭地球的啊？我今仔愈听愈火大呢。你袂晓看啊，这一看就魏小敏伊造出来笑的啊。其实吼。报一件代志哦，上岸先来做久的，一直拢不甲这件代志讲出来。今日拄着你，拄好当甲这件代志讲出来。哎，拜托你，你千万唔通讲啊！对你嘴讲出来代志哦，比鬼故事较恐怖嘞。我迄当阵哦，真正做忘恨蔡明慧，我感觉伊就是我甲杨丽妍之间的小三。我迄当时忘恨伊忘恨到，我阁专工飞去香港打小人，甚至想要对伊下符啊，互伊甲杨丽妍无一个好的结果。总经理。刚说以后我把这个小查甫豁出去，后来我的病好啊，我才慢慢啊觉醒。其实我嘛就感谢蔡明辉，伊替我吵吵杨丽妍，较无耽误着我的青春。每一个人啊，拢有适合伊家己的姻缘。我就感谢你离开杨丽妍，我们小妹啊，会当找到伊家己的美丽人生啊。大哥，你真正做我开讲的呢，那不是因为你已经结婚啊？我定来了。哎，有新的人客啊？什么新的人客？这查某囡仔讲一句话吼，我听袂落啊啦！一个送客，收掉。你们说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我爸病啦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这查某囡仔真正有病嘞啊！真正是，我头一下看到比张春看女的啦。是啊，好佳仔，你跟我应该分手啊。来来来，小芬小芬。来来，你哪里的？麦小芬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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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。你少打我。不，你竟然敢好笑的口腔，苏天，你竟然胡开啊！啊，无等你找人，你给我麻烦。你别叫是我的家里的臭查某哦！我跟你讲，阮高商经营管理学院是欺软不吃硬哦。你今仔日来找这的人麻烦。就是甲阮袂滴过，有听到无？金牛玉牙，一、两。欧巴。